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红尘解说三国杀。本期我们看国战直播。好的，我操，这盘我没得选，看来我只能浪一波啊，浪得成就浪，浪不成就浪你个浪啊。好的，我选择了一个袁绍田丰啊，其实我不是很想选这个，还是一个六号位，我操，这个还凑合。我希望前边多开点南蛮万箭什么的啊，让我是吧，哎，别这么尴尬。当然如果不行的话我就憋一憋看情况。当然啊，这个我打三国杀的宗旨啊，一向是啊，这个只玩十分钟啊，如果超过十分钟啊，我觉得这盘没有价值，没有价值。这个因为一盘游戏啊，再怎么牛，再怎么是吧，你再怎么想赢啊，你也不应该花超过十分钟去打。是吧，因为当然啊，这个作为一个激情主播，我觉得我应该是这样的节奏啊，当然你们可以有你们自己的想法。好的啊，是吧，这个我也不勉强大家。好的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对面啊，我的对面是一个二号位，他选一个李典。你想干什么啊？他没有想干什么，他就是这样的，什么都不做啊。看了一个铁锁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可以的啊。我搞一个托管神器，我操，有一个无懈就是这么蛋疼的，老是问我要不要点啊。九火操啊，带轴啊，是吧，连两个三血的是吧，这个骂森里边节奏。你看到没有，看到没有，你何必打三血呢，说你幼稚你还不信。好吧，这个三血也不一定就是啊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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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好吧，搞吧。真的很烦，我靠，为什么老是问我打不打无懈，跟我有个鸡毛关系啊，我操。这个安外啊，这个哎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玩这个三国杀了。这个最近上周啊玩过一次，然后这周啊果断再来玩一盘。然后发现这个安外这个界面啊，是吧，这是万年不变的，我操，这是吧？如果能保持猥琐，那就继续更猥琐。我操，我也是很无奈啊，很无奈啊。好的，不管啊，把它带走啊，是吧？可以的，你非常可以的，你非常可以的，黑好啊！然后这个我上家就这样黑死了啊，是个老头儿，我操，这我就很不高兴了，我非常不高兴，三尖两弹刀，我操，这是逼着下家弹的节奏，我操，直接想把这老头带走，我靠，你这样我很不爽，但是我也很无奈啊，这个老头儿，老头儿就这样挂了。你五张黑牌，你搞个毛线上来没有刷手气卡，我操，这打毛，我操，老头就这样被弹死了。非洲老头，我操，还是个旁神，我操，非洲旁神，非洲老头，我操，这我真的不知道应该说什么，我操，这尼玛南蛮入侵，好了，我终于可以把这个破无懈用了，谁谁呀，哎，这个亲近多了，再也没有什么这个乱。我勒个妈呀啊，我的袁绍还打得动吗？可能是打不动了，可能是打不动了。我要再开个蓝蛮，我操，又是个哥家啊，不行，我开个蓝蛮的话，待会儿得祝融开两个蓝蛮，我可能受不了啊，受不了啊。哎嘿哎嘿，你开桃园，我操，我早知道我就不用这武器，当然这个说再说这种话也没有什么意义啊，没有意义。给我贴一乐，哎，很好，非常好，那我刚好就不动了，因为我肯定是动不了。这个司马懿竟然给我贴乐，肯定是要坑死我。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你坑死你下家不坑我是吧？好，他没牌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天命！哎呦，是个圆，是个貂蝉，还是可以的嘛。没准还能打，我现在先猥琐猥琐，跳出来也没个意义啊，没有意义。母一米啊，他有一个南蛮啊，我待会儿还是应该这样吧，留个杀啊，防下这南蛮啊。这个现在肯定是不能一波流啊，那只能猥琐流了。这个按照我的想法，我肯定是想一波流的，这个大家对我也是非常习惯了，是吧，这个应该知道我是这么个操作手法的。别把这南蛮给扔了，那我就没话说。两
八卦了，装上一个八卦，借刀杀，这个全场把我当成不存在啊，我现在没有存在感。好的，哎，二爷，我依然打打酱油就可以了，这个也不用我干太多事情。这个死蚂蚁就这样去了，那还怪啊？这个锅尖里点，你以为他有几个桃子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，可能都有。来开个南蛮什么的啊，搞搞一波刺激。那你不是送屯田吗？我操，也是醉啊！啊，当然你搞一把，搞吧，搞吧。哎，他不屯田呐、啊。你三个桃啊，你什么牌你不屯田？我克熬死剑随侍，我还是可以射的嘛，我记得。但是这个灯爱有八卦，锅尖里点就根本张不动了。南蛮入侵，你这不是送祝融吗？你咋不上天呢？没上。带吧，看我的。前尘往事不再提起。小小把戏。我再送祝融一个南蛮，祝融开几个南蛮，直接赢。这干嘛？我操！这干嘛？这干嘛？我靠！灯啊，也是接着听。有德良田在，何愁不破敌？打不赢啊，兄弟！过河拆桥。九。九操我！啊，九杀这貂蝉，死了。这干嘛？你不搞这个四血的你不搞，就搞我三血的啊，三血更不可能是魏国是吧？这四血还有可能呢、啊。那行吧，我姑且就这么认为了，一杀一弹呢、啊。他妈的，我这个也是非常凶残的，我也是不能射，这貂蝉活着我只能继续憋，我相当蛋疼。这主将是个什么？我操，总是非常倒霉啊，非常倒霉。他可能离线了吧，我感觉。他这是什么操作？这是你想干什么？这是大毛，我要喷死这貂蝉！我操，你这种坑逼呀、啊，菜逼呀、啊，是吧？反正啊，我要充分展示一个主播是吧？这个嘴里的脏话是有多少啊？充分展示一下你的气坛了！我操，干嘛？这傻逼貂蝉，我操！哎，我也是醉了，也是醉了。当敌之举，你有疑失。啊，他还有一坛，我操！你这让我很尴尬，我装个，你说我能干什么？我感觉可以投降神技了，我操！谁斗我就死不了。啊，冠师傅，那我真的死了，那是凉凉加凉凉，凉凉。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他们估计知道这是大魏国，我操，这个难呐，行得。这个待会儿邓艾还有是谁，可能盯着我打，然后我就跪了，然后这游戏这就 game over 啊，是吧？鸡鸡思密达了啊。去，奉天，你也死了。
这个离线梗我也是醉了。你咋不上天呢？击鼓于此，以至四方。这个貂蝉位置也不好，貂蝉如果在我下家，我刚才可能会开射，但貂蝉刚好在我上边，就算我把这运命好，把这司马懿打死了，这个其他的也没得搞，所以还是没法搞，没法搞。先闪一下吧，哎，这个命都保不住了，来吧来吧，兄弟，就一人一刀，哎，两下我就跪了，万箭齐发，那我就死了，就这样憋屈的死了。这你说我真是没话说，这肯定会卖啊，这又卖这又哎，很郁闷。请收下我的膝盖，这个不亏。又掉线了啊！但是我已经死了，我肯定是没法搞，搞不动了，兄弟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请收下我的膝盖，这个不亏。这个老天不助我袁家呀！哎，上来就这样，那我还怎么做视频呢？我操，这干嘛？可以适当快点吗？我操，这个有一个10%逃跑率的，我操，什么操作？为什么现在 online 的显示都是这样吗？这个都显示不出来了，我也是醉了。那就过家越近吧。哎，我现在连 VIP 都不是，我操，我也是悲剧啊，只能四个选项了。不能这样，如果打几盘都是输的，你说让我怎么好意思上船是吧？哎，我也不能这么无耻啊！啊，游戏失败，魏国获胜的，这个傻逼都知道魏国获胜。搞毛线，你搞毛线！我们看一下一号位啊，这个节奏很慢啊，我好像15秒，我也是醉了啊！这是大 fuck 一波带，我操！这全量就是大 fuck， 这个搞 AK 偷全场，就是这么想法。可以，你很有想法，但是我的削骨好像要弃装备是吧？他应该有。啊，那我削不了他，他如果不死的话，肯定会有装备的，削不动。他倒是搞一把 AK， 直接准备削全场。蓝门武器还是出个杀吧。表那么高调，但是这种玩家我是非常喜欢的，这个大家应该知道，这是我的风格啊，不是，这是我喜欢的风格，这不是我的风格。再说不辞，是吧？哎，这个都不是卖血的，我操，继续。很奸介啊，这个很奸介，太奸介了。这个上盘这么多卖血，这盘一个都没有，我操！真他妈奸计！这么奸计还能怎么玩？哎，好的，拼点四倍，好的，这个就相当好。你准备弃牌吧？什么
起诉什么什么直言是吧，什么围城者当什么什么怎么着啊，他不敢自杀，怕有潮汐啊，他不敢。你敢自杀那才怪、啊、他真自杀了他。可惜我不是这潮汐啊，潮汐不知道这有没有队友潮汐啊，三号位还是八号位啊，说不清，估计没有，估计没有。你这个节奏也太快了，我操，不到三分钟就打一盘啊，这么六六六啊，我也是服气了。我好像暴露了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其实我可以消的，我可以消，但是二号位到我这儿太早，我怕中间有人会打我。我可以激情的，但不能那么激情。这有个活动，看一下能搞到什么。啊，领奖是吧？也领到一点点银两什么的，这都是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现在安奈也是各种奇怪的道具也是非常多，我操！这个安奈你一点节操都没有了，所以现在你说三国杀还有什么人玩吗？并没有，我也是闲的，因为说我也是突然想起来才是，哎，才玩那么一下下啊。寒冰他，九杀寒冰没了，我也弄不清楚谁是谁啊，我准备把我下家弄死啊！啊，我并没有杀，看一下。是个孙坚，我操，什么操作，三血孙坚是吧，三血孙坚是个什么什么大师啊，我操，这就有点压力三大了，三大远交进攻乐他也不敢贴了，我暂时先不动他，我没有杀啊，有杀我还是往死里弄啊，这个牌确实挺尴尬的。这个大家要继续打酱油啊，这个三国杀现在我是非常觉得非常纠结，这个尤其是国战啊，这个大家都在这猥琐，你说打毛线是吧，都不跳啊，是打一万年的节奏，就是，哎，好，这好，我非常喜欢这个，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是为毛，很好，非常好，相当好。教他算了，妈的，要搞我！那个什么什么玉仙阵能以保江东，你莫啊，接着搞我！我讹你大 A。南蛮入侵，我还是太年轻了。命中真之志，受谦退之情。下次注意点儿，杀杀。啊，他有个装备啊，那我好像削不动他。算了，我先出张杀吧。
这什么操作这是？这波不亏。我也是醉了。我操，你不会先反馈啊，我操，你把这个牌拿走啊，你搞个毛线，你是真坑啊。我靠，你也是个真坑。雷公，哎呦我操，真有啊。雷公助我，这就有点伤不起了。你可以换一下，把这个乌龙给换没了。我操，这个傻乎，这个司马懿真是智商有点问题。我操，他不会先拿再劫再怎么怎么着啊？不会玩。人算终究不如啊，他酒都不喝。我操，你这是作死啊！你别害我，我操，他有个官府，待会儿直接关死我，我操，什么操作？这个司马懿也是，哎，我他妈也是醉了啊！这盘我不上管，不上管，太坑了，我操！他故意这样作死你，你说让我怎么办？你说吧，让我怎么办？这个教主肯定想都不想，直接拿官府啪，我就嗝屁了。搞毛线，搞毛线，我亮一下吧，哎，反正是吧。看我先登城头，立下首功。哎，我把这个吴忠给骗过来了，非常好。弟兄们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虽然我还是死了，但是这吴忠还是不能给这教主的。我需要血啊，关键。我就这样去了。折打毛，我操，四个群雄，我操！我这个操，我输都输得很，不知道怎么说了。我不想跟他们玩了，这个是我感觉开黑，我操。本期视频就放到这儿，谢谢大家收看。